mid the log. Go. Oh, 谢谢. 我想说这滑鼠太爽，一直射一直爽。V3E无限啥时能买？现在就能买！我要来开箱了。阿显这个跟你雷神V3是比较轻 ，V3 比较轻。来，粉红色，哎，放错边了。然后里面有线 Type C USB， Type C USB。 输贯线，然后是滑鼠本体，嗯，很香的粉红色呢，好小啊，很小，也不是很小啊，它比较低一点。 你说又比较重吗？我其实感觉不太出来。哦，有啦，确实，多这几公克确实有差，但是如果是我在滑的话，我是感觉不太出来的，我觉得还好，感觉好像应该是说，因为雷蛇这一只有做这个弧，它的重心会比较在。 后面这里啊，所以你会觉得还好，可是因为它这个是比较低趴一点的，它这是比较没有什么弧度的。你整只滑鼠握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重量很好像它会有点，我也不会讲，确实是比较重啊。但是等一下打一把就知道了。嗯，感觉很不一样呢，感觉滑鼠里面度变低了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还有，它好像跟我这个鼠垫。 不合，卡卡的，我可能要去换一张鼠垫。嗯，哎，身为一个专业的实况组，家里有几张滑鼠垫是很正常的。因为雷蛇这一张是比较，我也不会讲，这个比较粗啦，它感觉不像不是一般的布质鼠垫，用起来有点卡，换一张。 SS 滑鼠电好用，但滑鼠没什么新意。他们强的在键盘跟耳机啊，滑鼠我觉得普通。 嗯，这个滑起来就对了，不卡了，稳稳的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粉红色再配上这个滑鼠弹，可是我还是比较习惯这种右手专用的，它这个有点对称鼠，对啊，它这是对称鼠没错，等它出对称那个右手专用的时候再买一颗，这颗再拿去卖掉。好了，我直接开爬一把 Apex 了，CS 了 ，OK， 开虐。 这滑鼠很轻，很滑，直接开虐了。阿贤新滑鼠好用吗？我觉得很顶，顶的是它的握起来的感觉很顶，好不好用？我觉得我还没体会的很那个透彻啊。我耳朵进水是不是？我觉得声音怪怪的。阿贤这也算挥手吗？好像有点像，还不错。就是如果你原本用比较轻的，可是你换过来就觉得比较重啊。这是我唯一的小缺失，不能算缺点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不一定觉得重的不好，像我就是不一定觉得重的不好。我也是买粉色，不错哦，有眼光哦。Roy是算重来轻的，算轻的吧？如果你说有线的话，无线的我没用过，我觉得我的耳朵好像坏掉了。 耳朵坏掉了，因为声音怪怪的。Roy有线的，我觉得算轻的，没有到很重。头痛耳闷，哥不会中耳炎吧？中耳炎是什么？皮炎派对开的不够多是不是？不然怎么会中耳炎？打B打B动作。 Fuck！ 刚刚是我幻听吗 ？C
什么东西？刚刚什么声音？最近 YT 看好爽一直上片，疯狂拍 A 片。危险的这烟，疯狂开杀！装死完 C， 没得 low， go go go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只能说这滑鼠太爽，一直射一直爽。No bro, we lose, bro. Bro. 之前光比顶多双 AK， 从这打变大地球，你有头绪吗？代表你变强了，别怀疑自己。是你变强了。你他看一看不看，超鸡掰嘞！我在帮他看嘞，北啦你！看一看，让他给我跑走啊！不是，幸好我有看到，哇，就被他放狗了。Mid， 关了吧？没有听到他啦，听到，听到他的声音了。老高说四月二十三号世界末日怎么办？啊！如果没世界末日，他要怎么办？天桥下说书的你也信啊？宁可信蔡英文说台湾不缺电。Headshot。老高粉很多，以前会看啊，以前大概十年前了吧。现在之后就没怎么看了。这把蛇蛇狙可以买啊，不贵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看，蛮可爱的。这把九头蛇代表多少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五万还是不止？也许不止啊。这把是别人的，王牌中的王牌哦，又有箱子了。战场实车要八万多，意思是全新出厂不止五万。阿贤，周日要去看豹哥比赛吗？周日我中班啊，你可能要自己看了。请拍谁？我们可以去看 VOD， 那是没问题。VOD 的话，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刚搭高铁，好多长得跟几年前。跟关节炎的人，你说阿兵哥哦，没有周休二日，有啊，六天休两天啊，也是周休二日吧？还是六天就超过一个礼拜？可以教学白痴二段跳啊，跳这个脚，大概你人物踩到这个绿色的草的时候跳，多练习几次，我也不是每次都跳得上去。我看你说 CS 二次就不能跳，不能跳是还好啦，你也不会把把跳，这是要连跳吗？没错，有点算旋转跳，连跳，对，连跳。阿贤有推荐滑鼠店吗 ？G640 有点难用 ，QCK。如果你刚好想换的话，如果你刚好要买的话，就 QCK 吧。或者是我也不知道、欸、我基本上只用 QCK， 剩下的我都是随便用。教练，你觉得 Vice 这支滑鼠适合打 Apex 吗？我觉得玩 Apex 的人。不会喜欢这只滑鼠，玩 Apex 人都喜欢轻量化的 ，Apex 人灵敏度高就算了，又喜欢轻量化，可能不会喜欢。Vashi 的滑鼠垫很好用，应该也可以，看起来蛮好用的，蛮多选手用的。